早安，早安，其实有点睡过头啦，啊，起不来，早上快7点才睡，本来想跑健身房，但是撑不住了。哎，bug 啊，我开台前才把全部都点亮，哎，怎么了？今天有人去抢测试服资格吗？哎，我每次都要抢哦。等一下哦，青蛙藻、旭哥藻、欧弟藻、泡泡藻、小熊熊藻、雪莉藻。没事，刚上线。好啦，我要去死了。啊，我叫那个谁来看？那个李光。嗯，来光临。嗯，鼠子早安。我看鼠子开台时间也是蛮奇妙的。鱼子早，早安早安。李光要入坑了吗？我敲他了啦，如果他醒着看到的话。再来，嗯，昨天哦，咪咪早，老巨早，又趁早。昨天半夜，应该说早上半夜在打积分的时候，你有看到我清那个吗？新的那个小短片，死神真的是很烂。我晚点跑完之后，我给你们看死神视角，因为安妮说搞不好人家紧张按到大，我说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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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那一场，对面伤害可能50005000。我这边伤害好像10000吧，那个死神伤害2000。你好久没出现，对啊，你连我被诈骗的事情都不知道了。哎，阿门怎么关了？哦，Packy 哦，对，你连我被诈骗的事情都不知道。没事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死人对自己开打、欸，对啊，死人，死人，死神，死人，来啦，对啦，这个给你弄，给你弄。呀，成功啊！Switch 小天才啊！啊哒哒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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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封面没改到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改一下封那个 YT 封面。金工队每天都加班哦，恭喜你找到工作了，等我一下哦。YT 的封面每次都要改，啊，麻烦麻烦。嗯，启用储存，然后编辑。盈利，就口那时候听到也是吓到啊！我说没事啦，已经事情都发生了，事情都发生了，就不要再二次伤害了，至少没被骗去柬埔寨。嗯，不错。好，就这样，聊天聊天。对，就不要再二次伤害我。早上好。
都是还早上十点上班，上到周五早上五点半。哇，那我还在，我还醒着哎。伊恩早安，蚊子早安，咬炸咬炸，进不去了吗？哦，可以嘛。阿莎早安。六六早安，安妮打招呼，安妮，安妮该睡了，晚安。昨天玩那个 potato， 玩那个水煮蛋，玩到第二十关就很挫，想说啊，怎么那么顺利到二十关了？没有打过哎，就那个 boss 血量被我打到三分之一，我就死了。是这里吗？好像不是哎，对，是这里。他怎么飞上来了？嗯，可以再玩一回。你在玩什么？斗阵。不是啊。哎，番茄昨天跑完红石，结果没有吃到里面的金人。佳熙早安，明明子一早安，啊午安，对不起，我刚睡醒。欢迎醒啊，刚睡醒啊。哦，献祭之路开始。今天居然下午才直播，啊，睡着了啊。老张也在等直播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抱歉，我只是在想说，还是我就是直播完直接睡觉好了。那太早直播的话，人又很少。想说，有些人都说啊，太开太早了啦，你懂吗？卡在七点半就想睡了。哦，太好了！前面有人帮我，这次有人帮我开路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是只有我了。不过是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哎呦，痛痛痛！视野拉长。哎，他平时给光的话，会有那种吗？
会有把手伸出去撒花的感觉吗？之前好像没有哦。感谢小月的21个月，哎、欸，他现在显示都好了、欸，哎，不能像之前那样子了，我才7个月啦，啊，这样不好玩，哎、啊，靠腰不好玩，哎、欸，不好、欸，哎，那前面都不点火的，前面的不优哦。还在那边庆幸说啊，终于前面有人可以帮忙点火了。No， 自私鬼。早上起来打开 YT， 好，繁星没直播，没问题，我继续睡。关什么？店没开好，11点开，终于开了，抱歉。啊啊，不起来，不起来，不起来了。痛痛痛痛痛！点不到火，点不到火。今天感片鱼仔，早安早安，嗨鱼仔早安，大家可以跟鱼仔说早安呐、啊、早安呐、啊、吗？哇，好笑死，笑鼠，我的鱼仔又要打笑鼠了，对不对？你很烦，烦心，你很烦，没事哭哦。哎呦，现在是没事，我觉得我你跟我的宝那个鉴赏期好像是不会过期的哦。不会过期的鉴赏期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没办法退款哦，谢谢。商品出售速不退换，不是。哎、欸，你昨天看，你有没有早上看那个死神？我晚点结束直播后，我结束光遇后，我会开一下那个回档给你们看。我昨天就跟哦，昨天是跟那个啦，上次我们不是有玩一个莱茵哈，那个有一个是鱼仔的观众，他玩那个安娜，然后有个他的另外一个观众玩莱茵哈特，对不对？那我昨天就是哎、欸，早上是跟那个安娜玩，我想说看他排电那个积分，我就想说嗯，好了，晚上也睡不着，我就问他说，请问还有位置吗？还是很想爬一下，他说有啊，然后就去跟他们玩。白痴，我路线跑错啦。哦，被砸到了。别再砸了，别再砸了，要死要死要死，别砸了，别砸！可以来救我吗？好心人，可以救救我吗？可以救救我吗？
我本来想说诅咒他们被诈骗集团骗，不行，他们的钱我来守护。想说前面都不点火的自私鬼，声音怎么弄的哦？那个透过网页，就类似 Google 啦，有一个网页的地方可以先别回哦。啊，阿利恩，利恩，我去你的！利恩救你，害我被砸，击败利恩。呜呼！腐草兔子安安，按回你一个话就被砸哎、欸！天哪，好扯！繁星能加 NS 好友吗？啊？啊，不是有 Switch 好友，不是有 LINE 好友，不，手机好友了。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加几个斯普拉顿的，我想说之后没玩斯普拉顿还是什么的，会把好友清一清。那其实 NS 好友觉得隐私比较没有，但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小排斥，不是小排斥啊，蛮排斥 NS 加好友这件事情，因为它不能显示离线啊，然后不能。所以我们都叫番茄开房间，然后给观众进来这样子。然后有些人是说又没差，你看看那些什么玩 NS 的实况组，都会开放加那个观众好友。我说这就不一样哦，我又不是 NS 实况组，而且玩什么游戏都会直接。你半夜说啊，我要休息了，又大半夜被看到说什么我在玩斯普拉顿，在玩那个宝可梦金灿钻石明亮珍珠，然后就说哦，繁星都不休息在玩游戏。我说哇靠，现在是连玩游戏的时间都要被你们剥夺吗？懂吗？没有，虽然知道你应该不会这样子啊，但是。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先跟你讲一下而已。啊！爬行仔，如果排斥就没办法。所以你没看到那时候，其实有几个想加啊玩斯普拉顿的时候，他没办法开房间嘛，只能开好友房。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其实有点在委婉拒绝那些观众，那有些会这样的说，我可能已经是加你会员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能加我好友？我想说，哇靠，这是什么情绪勒索发言吗？不是欸，你今天加会员是因为支持我、喜欢我，而不是加会员是要加我好友，靠腰，这不能跟你们聊天欸，机车。你看，大家聊好聊天就出事了。这国际服啊，这是国际服，对，没错，国际服。所以那时候加了冰冰好友，那是意外。那时候加了冰冰好友，那时候以为那个是那个谁 ，Lucy， 那个我们那个。菜渣那个 Lucy， 因为他名字也叫列特啊，我想说，Lucy 有玩光遇哎，又加半天，想说怎么没有看到 Lucy 的好友上线，才知道他是冰冰，我快笑死。
然后冰冰才说，哈哈，那是我啦，赚钱养我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这边结束再聊吧，应该最后了吧？你们还有吗？我操！上礼拜也搞我，这礼拜也搞我，现在是怎样？我信你个鬼！我操！天哪！被砸到断线欸，还是只有 Switch 会这样啊？每次啊闪退，我记得那时候是跑到那个一半，只要那个地上的火还在的话就好了。是在哪里？哦，这么危险的吗？我直接坐在这边。嗯，哎，就在刚刚的地方哎，天啊，真好真好。好了，开爬开爬开爬。宝宝塔爬，宝宝爬行大赛开始。真的会有查情彩地，你在玩什么很不舒服？对啊，像有时候真的只是加好友，是想说给你们一些，因为每个实况组做法不一样啊，有些加好友是为了回馈观众嘛，回馈观众说啊，你都加我会员了，然后好啦，就加个好友之类的。那其实没有什么义务，是你今天赞助我支持我，就是可以有加到我好友这件事情。那今天有些实况组给了。对不对？像我这边就一半一半，是真的平时很熟，有在玩的话，你加我好友，我是觉得 OK。像你看哦，你可能加我会员已经半年以上，然后平时聊天室都有出现，啊，互动也都很热情。像你看，如果利恩今天跟我讲说教主要加你 NS， 我说好啊，可以啊，这种感觉。你看，像利恩就常常会出现，啊，要点八人们的时候会出现。那种类似这种感觉啦，不是说点八人门出现就会加好友，就是平时都有在聊天室出现啊，不管我开什么台他都会出现那种感觉。那有些是想说 NS 没差随便他加嘛之类的，因为平时玩的游戏不是那不是在 NS 上啊。那再来是有些也会加死定好友，我觉得死定好友是更隐私的东西，因为今天真的死定，我像我死定就是游戏很多嘛，我想要就好好放松玩个游戏之类的，然后结果隔天早上开台就说没有啊，昨天教主还在玩那个什么泰拉瑞亚、啊、什么之类的，哇，我还不设隐藏，我还不设离线，然后。不是欸，私下玩一下游戏轻松一下也要被管。然后有些是干爹会觉得说啊，比如说啊有啦，就是怪人啊，怪人在不在，当时怪人啊马同学啊佩佩啊，那时候是一群集体加突然加我好友，我想说哇，我加了呆鱼好友后他们就跟着加好友，想说怎么办，不加好像又怪怪的，家人都觉得说很烦，然后后面我就有跟他们讲说，加好友这事情本身就是看我的意愿，不是你们说能加就能加的，而且他们是透过朋友的朋友加到我，就这样加下去。啊，最后还是有加啦，但是我之后就设影离线了，因为之前不会设离线跟隐藏，那于是我就设离线。
你们两个拿是，你说谁？鱼仔跟安妮吗？他们从上次就很热络了，好吗？你也是离线仔，没办法、啊，是不是？一直被盯着看，感觉很奇怪。虽然有些人喜欢被赤裸裸的盯着看、啊、但我不是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可能安妮要开集会所的时候，他那边可能就是真的不想要开影上线。啊，番茄又不在的话，我就牺牲，我就显示上线，让他进来这样子。对啊，够贴心吧？一直密室矿主，对啊，所以我有时候都，我不是有时啊，我最讨，我那时候有说，我最讨厌就是有人用 Steam 密我，因为 Steam 那个音效真的很吵。那有时候又是像秀秀那个白痴，说想要点什么观看游戏，一直点到什么邀请观看，我什么我就回呛他，你在干嘛？说不小心点错了啦。我说哇靠！你直接很多次是点点说想观看您的直播，在Steam上面想观看我的直播，我气死了。现在很多人都在直播，假日啊没办法。你看我之前都避开中午下午的时间在直播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中午下午的时间是最好第一台的时间呢、欸。啊，怀疑歪了，直播也很喜欢这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那时候哦，番茄问我说：“啊，你看你们都不把 DC 通知打开。”我说：“打个屁呀、啊！跑光遇玩游戏玩到一半，通知一直跳出来，很吵哎、欸，画面很乱哎、欸。”嗯，好了，鱼仔，刚刚就是我们的这款游戏的投胎过程，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，你想象成那个麦块，麦块你就是把你的血量拿去献祭，那献祭完之后你的血量就是变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复活之后再去把血量捡回来。我也只有那个群组没有通知没关啊，对啊，一样啊。可是有时候你们在突然一聊聊很多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可能在开台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是常在我开台的时候一起聊天嘛？没，我没有玩啊，我知道你没有玩啊。鱼仔要带人没有啦，我是他身边有两个。两个喜欢的异性同性，最近有考虑想玩。昨天有一个超级小萌新，突然被一群人掏出棒棒围观的感觉。原来这就是被看着别人被掏棒棒的感觉。嗯。怎么有风？怎么会有风？哇哇哇哇哇！闪闪不是啊，给我去看直播记录！妈的，直播记录就在那边，快大半夜贴了，大半夜到现在也13个小时了，你那边没在看？说又去低了谁的台？喂，第一次献祭就以为挂了就完了，哎，所以那时候第一次献祭，我想说哇，那个环境好恐怖哦，然后人下来就直接开始被打，一直被打。
学姐早安，没空看，在修改朋友的预定地。那你不能怪我啊，我的直播记录就在那边啊，你没有看。学英安安，我的直播记录就在那边，你没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后面他们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你后面之后都还要再回来这边呢。我说哈，我不要。他说没办法，你想要换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就是需要跑这边。我每次都含着泪边哭边走那段艰辛的路程。然后当时就是红月嘛，就是之前玩阿尔宙斯有常出现的那位，就是我都叫老师啊，因为他当时就是真的也蛮老的。啊，那时候我已经死光了。然后他就坐在那个红石雨下面坐着，他说：“啊，你在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等翅膀砸光啊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现在多少？”我已经死了。他说：“他有七十几个。”就知道当时多萌了，多萌新了。红月好久没看到了，打对字啦。没礼貌。如果你还是说用语音说话侦测打字的话，那你干脆不要打好了。讲话都讲错，怎么可能应该会是那个应该啦？你忘记哪一个红哪一个月了？啊，你还说好久没看到北七，你在用电脑修改。哎、欸，这时候你真的不要嬉皮掉笑脸打什么030那个表情符号，那跟你讲正经事情哦，不要那种嬉皮笑脸的脸哦，这算是我的底线了哦，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尤其是西明那种感觉，有时候跟他讲正经事都给我回030。看着光翼一直掉，直接大退。我说对啊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啊翅膀一直掉，对吗？他说对啊。然后说哈，我可以不要了吗？我已经走进来了，我已经踏进了那个棺材了，踏进贼船了。我说哈，我现在退掉来得及吗？我说不行了。我说哦，好吧。那时候光翼红石多久前？破碎机之后还是破碎机之前，我觉得现在友善很多欸。我觉得以前的比较难打难跑欸。以前就全程都只能人被砸欸。中间还没有火欸。看克洛伊，克洛伊，克洛伊。他没有在聊天室。克洛伊，你在不在？克洛伊。破碎机之前，我觉得还好欸。破碎机之后，真的比较好跑欸。还有当时破碎机之前又多跑两次红献祭，想说，三十几个红蜡应该够活了。谁知道出了面具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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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贝扎立刻龟速前进。可是你看，如果你一切顺利的话，你也是到最后面才会龟速前进啊。
我干嘛去了？嗯，没干嘛。李光安安，我刚跑完你就出现了哦。李光，我刚刚就是把我的翅膀、我的生命值全部献祭掉了。来，这边你可以想象成这边是天堂，有没有？前面那道光就是我们要投胎的光。对，你可以想象。欸，当时有人说法就是说，不是死后的世界说不要跟着那个道光走吗？但是这道光就是其实就是投胎的光。还有人的说法是，我们现在人其实在子宫里面。啊，那道光其实就是外面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出去了就诞生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时有人是说，其实那道光就是妈妈的出口。对，现在这边就是我刚刚把翅膀全部花光。你看，其实我现在这只角色没有翅膀。其实很多人会养一只没有翅膀的账号，因为看起来格外可爱。你看哦，现在这个是完全没翅膀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换这个发型，有没有觉得很可爱？会有一些丧心病狂的人养这种没有翅膀的小可爱，对，像这样子。真的会忘记重新把你换东西？为什么？看有没有很勾追呀？换回来，我真的觉得小猪就是小五亿里面最好看的。然后大猪猪。可惜无意不能没有爱面，对啊，就很可惜呀、啊。万圣节活动到几号？是不是剩2天了、啊？哇，你们应该来不及换到了，可惜，可惜，要换可能要等明年了。明年的万圣节，我们 到时候搞不好你们就是大佬了。我会忘记领任务奖励，总是任务奖励，总是任务奖励。无意最矮12号，哦，我想说不是到13吗？怎么任务奖励？啊，你是说新这个吗？这个吗？雨林完成度。那就是 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每张地图的最后 NPC，可以从这边叫出来。当你一张地图达到100趴之后，你可以跟他换奖励的东西，就是基拉的任务，每日任务，怎么每日任务？哦，对，星期一结束，没关系，你慢慢解。没，我可以让你慢慢来。昨天乌咪都已经开始在玩了。那这个是换他的发型，还有这个丧心病狂的面具。那我还是先去解个任务好了。我本来想说昨天等乌咪，结果他再也没理我了。是我逼他玩这款游戏，他有点不好意思拒绝我。今天任务是什么？雨林光，对吧？雨林之光，像朋友。我这边可以看，白痴。先祖记忆，小溪旁冥想，
雨林之光。你玩得很开心，你玩什么东西？你玩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大崩溃？为什么会崩溃？你没有绑那个账号吗？你想。欸，对耶，我的这样子，我的那个什么，今天红石的好像没办法拿到了。光遇哦，所以你还是有在玩哦。绑了但不见，为什么？绑账号还会不见，这账号也不见哦。有啊，我躺在床上，而且发现 Switch 操作好很多。Switch 是操作方便啊，可是真的要好用的话，不是 Switch， 我还是觉得手机比较好用。来做个动作，好，解完任务了。好了，出发，我们开始剪翅膀喽。看，现在就是我们在做。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捡回来，因为我刚刚都把这些花光了，所以现在要把这个捡回来。我忘记要怎么加好友了。Switch 的话就是要用 Switch 嘛，那有手机的话就可以用手机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问说。你赶快把 QR code 拍给我，我用手机加你好友。但是你从来没有做到这件事情，我很难过。那等你的 QR code 等不到。加好友的途径有三种，就是Switch 好友，然后 QR code 跟蜡烛。如果今天在真的野外有遇到你的话，就可以只用那个蜡烛跟你加好友那方便的话是用 QR code 那些啊，直接加好友会比较好。因为这样可以省下蜡烛，因为找不到 QR code， 你 Switch 按下加键加好那颗键，里面就有个加好友的选项，有看到吗？兔兔安安，哦，有。那你先你先点了之后，你拍一下 QR code 给我，而且名字要叫繁星哦，你不能叫李光哦。如果你叫李光的话，我在你那边就是显示是李光哦。你拍好之后传给我，我等一下切手机加完好友再开一次 Switch。要跑？没有，我没有跑。试炼跑试炼要干嘛？麻烦死！
我已经两个月没跑四练了嘞，你是真的都没在看我的光遇台是不是？有空就挂啊，哦。那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些人的影片啊，比如路费啦，安妮的阿尔宙斯刷伞教学，你带我跑火试炼，我就说我没有要跑试炼，听拢无你，就是没有要跑啊，是听不懂人话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光你那个头不是头啊，画面可以大一点吗？参讲李光头，是因为你这个画面如果太小的话 ，QR code 不好扫，而且有点雾。你可以，哎呀，应该说你太近一点拍，应该也是拍不到吧？哦呦呦，第二张就可以，第二张可以，我看一下哦。就讲成李光头啊！要找安妮要搜寻啥 ？YT 搜寻安妮没看到 ，ANNY 胖丁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真的是不要来秀下线了哎、欸！一夜月，你不要再打字了。我觉得你各种让我觉得你很奇怪。好了，我加好你了，还呕嘞。我们都玩多久了？我们都一起玩游戏玩多久了？都推广他频道多久了？我开游戏。好，培根，拜拜。然后你就看兔窝那边有个 SKY 群嘛，你就先问说有谁要加加，他们可能就会陆续说我嘛，那你就回复他们，然后丢照片给他们，因为一个 QR code 只能加一个好友。呆鱼安安，或者是李光，你现在做一件事情，我去找你。看一下哦，李光，你不要动哦。亦或是你怎么在这里？哎，李光不要动，李光不要动。我叫他们来传送我，然后他们就会飞过来，然后对你掏出白色蜡烛。等一下，你把这个椅子上面的蜡烛都点亮是不是？哎，我解释一下哦，这种椅子上面的蜡烛是点亮之后可以跟陌生人聊天。啊，你全部点亮之后，有人想聊天的话就没得聊了，要花白蜡烛。要吃馒头可传，吃什么馒头？有没有要加好友？快点！等一下哦，我先叫番茄过来，番茄过来站点，快点，我要去跑图。进不去，满了吗？
哇，你是说李光的人太多，还是我太胖？哎、欸，那你的进度跟那个哎、欸，跟乌咪一样呢、欸？没事啊，没有新手看东西就点没错啊。来，人满了。那李光，等一下我们回家。不是啦。对我拿红蜡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会牵手哎、欸，哇！我、哦、看到人了，来李光，有没有？不是牵手，女人，放开你的手。哎、欸，你很扯哦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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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女人是这样子，这女人有点失控。有没有是这样子的啦？啊，白痴，妈低能。好，像你现在有这个画面对不对？你打开状态栏，然后右下角会有那个明龙的那个一个图案在转圈圈，你把它取消掉就好了。有没有？你戳一下上面的那个能量条，然后点一下下面的明龙就好了。不是啦，不是点击掌啦。等一下哦、喔。李光，你先按家，然后有个回狱境，有个狱境那个门，先回家。啊，不是啊，你们都在这边，天哪、啊，是，有了，快点，可以传了。还是不能传吗？是五个，还是进不去哎、欸？那你传文字嘞？不要传我，传文字。哎呦啦，来了！哎、欸，好了，交给你们了，我去跑图了。哎，李光，跟你说一下，这一群，五个兔窝的，然后两个观众。然后他们等一下会对你掏蜡烛吗？哎，拿椅子出来，他们会对你掏蜡烛，然后你就先接收，然后等到他们会有自我介绍环节的时候，你在最下面可以改名字，你再帮他们把名字改一改就好了。这么好吗？不是，你要知道，他 Switch 不好打字，你们用这个他也不好打、啊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个是什么家具卖场吗？我记得你是上礼拜加的吧？看小奶狗，小狗狗，你去 DC， 好啊。你要跟他们聊天吗？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不然你们要加好友的，直接去 DC 陪他吧。我继续跑图了。你应该不会怕生吧？还是你需要我？
你开电脑，好，工作桌没办法开，没事没事，那叫番茄，番茄帮忙，我跑图了，爸爸，应该可以。啊，总之就是他们会一直递蜡烛给你，然后你就是先全部接收嘛，看他们想解到哪边。理论上应该是解到可以聊天就好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哪里，在最下面有个重新命名，就改他们的名字。因为你这款游戏其实好友越多越好，会回你体力的好友越多越好。因为如果你不想你蜡烛不爱心不够的话，就是每天好友都那个亮亮的、啊，还记得吗？我不是说那个亮亮的点开回送回去的话，就可以增加左上角的爱心。那天你不是有看吗？那个就是免费的爱心的来源。哇，这讲话好哑、喔。免费爱心的来源。那我现在就是在收集地图上的这些小精灵。我本来昨天是想说先带乌咪把全部的地图先跑过一轮。再来带他一个一个慢慢解。你要不要喝口水？有喝啊，我有喝啊。啊，李光现在好忙的不可开交啊，你看是不是？哦，然后李光，你 Switch 的话，它有个麻烦的点就是，它的那个优先判定度会很奇怪。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要加你，或是跟你互动的话，你就是要微调到只能跟那个人互动到，不能跟其他人互动到。所以我在开光遇台的时候，我很讨厌人家跟我靠太近。因为每次我要点东西都会先点到别人。可以加好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但是要等最后再加。看看你有没有看台看到最后，然后奖励你加好友，封糖安安。啊，台主没有很强，台主只是爱玩。不像平克熊猫子，不要抱太大的期待，也没有拍什么攻略影片，就只是爱玩。啊，串了，回不去了。没事啊。啊，一定有人还在那边。哎，伸进你的翅膀。我伸。
下次遇到再解锁吧。欸，他在 DC， 你们赶快去陪他。他现在很可怜，没人陪他玩，完蛋了。我应该先去八人门的。欸，那你们去陪他好了。八人门我自己想办法。啊，八人门我再自己想办法咯。啊，蹭个火好了。免费的火，不拿白不拿。我可以派小号去哪里哦。目前差解锁聊天。哦，那你就传他就好了。我想说你是都没有解到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知道你需要我，我知道我不需要我，开门吧。没事，我们八人门现在已经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人了啊，我们凑齐七个人了，可以召唤神龙了。就是传不过去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已经有七个人了。完了，今天是难得的兔窝聚会，瓦解了。你可以串我吗？但是我在捡金人呢，你串得到的话。我会一直跑哦，所以抱抱欸，来抱一个。共解不开哦。谢谢泡泡狼。叮。身高五算高吗？还好吧。刚好也要跑，是不是？这边理论上正常人不会来这边，正常人可是不会来八人门跑图的。撤撤撤撤！回到那天下雨，让眼睛只那一场雨啊！咻。那请问那位 YT 阿士，对尖子的头好看吗？就还好，头发还好，那反正是看个人啊。
很多人期待就是水仙师的发型啊，但我的审美观来说，不如戴常驻仙族的马尾，我是比较喜欢常驻仙族的马尾啦。所以仙姿的马尾，我觉得我还好。不是你问的这些意见，怎么说？纯粹都是个人的喜好呢，懂吗？你突然觉得说什么香菜好吃吗？像我觉得香菜我就不行啊，然后就开始宗教战争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想要让我聊天室吵起来？明明就很好看啊，奇怪，繁星。我可以加你好友，但是如果你怪怪的话，我就不会加了。你又怪怪的，没有，就是不要问一些根本不必要回答的问题。哎，不是，来，请说您的看法。啊，完蛋了。就在这么黑的地方跑这个，哟，没有，欢迎讨论啊！然后主要是我以前就换过了，啊，我是觉得就还好啊。你现在看到复刻仙族上面的水仙师披风没有那么亮，没有那么亮。我不然我回家换，等一下回家换给你看啊。我就觉得你有收集控的话是可以换啊，但是我没我他的披风我没有很常在戴，对啊。就像早期一大堆人说白鸟头不好看之类的。当到了绝版之后，一大堆人说很香啊，就跟小王子的围巾一样啊，说没有诚意，就这样子还一点点的布料，没特色什么的，啊，现在不是一堆人吵着说很香。哇，撑到大贝壳耶，开心开心。大贝壳。空余早安。放开我！这样李光，你那边还 OK 吗？有什么不懂的吗？还是有被骚扰吗？不同设备可以加好友吗？可以。看一下哦，剩三个金人。
你怎么还没睡？快睡快睡，晚你晚安。看上我知道啊，我就是看到只有三个人啊。所以今天是披风不太一样，对啊，就有人说是这是诈骗啊，怎么跟我买的东西样子不符，惨遭诈骗。哎呀，多了呆鱼。好像加差不多了。哎呦，这个样子吗？而且以前买过水仙之头崩的话，我衣柜穿起来是以前的，反正就是应该这个，反正就是以前的样子啊。他那个被打过光了。到底有多狼狈？我还没上车，等等我呀！喂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国际服吗？是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哇！敲头，敲头，敲头！你先带他开图吗？是可以啊。你先问大家不要吧。哎呀哎呀哎呀呀、哎、呀！是李光之后，先带你开图，是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去更后面的地图玩。然后我们地图上面有些先祖啊，到时候再带你解一解。因为你先祖解的越多，你下次你可以跟他身上换的东西，就这样子啊。就是有些不是有些啊，全部的先祖都是你要解过他的任务，那个看过他的回忆之后。才能换。就像这个，
如果你想要这个先祖的面具啊，对不对？虽然很丑啦，但是比如说你想要这个先祖的面具，你就是要解过他的回忆，然后等他下次复刻的时候，因为发现说我们狱境有一只站着的 NPC 嘛，很高大，他是这个礼拜的复刻先，就是流浪商人啊，旅行商人。他这次回来是卖他身上的面具、披风跟头发。酷啊！怎么跑起图了？等一下，还有人要进来吗？进哪里？你说预警哦，等一下，冥想任务树在这里，我还没冥想是不是？白痴！哈哈 哈, 哈，好险！如何成为好盟友？去开台，实况盟友吗？问号。了解了什么？哦，还差那个，还差一个先祖。不是雪莉，你那个给的话 ，Switch 加得了吗 ？Switch 没办法扫 QR code 哦，所以只能从李光那边加你好友哦。为啥国际服那么多复刻先祖，国服没有？那要不要玩国服？不啦，我要不要玩国际服？对不对？目前如果你好好行动电源，行动电源。啊，每个啊，如果那么要抱怨，你就来玩国际服啊。哦，你是要给蚊子的哦。不是啊，如果觉得国服不好玩，就来玩国际服啊！哇，跟欧米一样，就一样啊！我刚刚就说他们进度其实一样哎，可是现在欧米应该又还在睡。哇，免费的！李光先回家，叫你先回家。你到底想怎样啦？北七。
北七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叫那么大声，就还没烧，叫那么大声。啊，白痴！如果都遇不到，就没办法加了。啊，我刚刚不是说结束后再加吗？你有没有听我讲话？我刚刚有没有说等我跑完图再加？我有没有说？你回答我，我有没有说？那些要加我好友的，我一律都是说等我跑完图。白痴哦，还做什么？不要说我凶哦，一开始就已经讲完游戏规则了哦。对啊，那你就等我开完嘛。那请问你打没有办法串到加不了好友是什么意思？是想要提前加是不是？就不用那么急啊，看完台嘛。今天游戏规则都跟你说了。哎咻！叮，我跑完之后还要给你们看那个死神怪怪的画面，那个怪怪死神的画面，而且我昨天晚，我昨天那时候晚上打还有一场是。我们那时候排进去的时候是已经快结束了，就推机器人已经推到我们家门口了，就是对方都跳光啊，我方的人全就是我们补到一个全部跳光的那个场合，就是小兔他们超强欸，就是逆转把那个压回去。你今天也是跑完惊人行程哦？对啊，每天就这样，每个礼拜都这样啊。我想搞不好我全部面具换完就不用那么累了、欸、还是要跑吗？搞不好下次就是双子的面具了、欸、今天是这个任务吧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上场樵夫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上场樵夫，哎、欸，是你看，就是李光，你看一下，现在就是啊，你应该也解过啦，白痴。
不用教了。就是路上有这种先祖，就是过去摸一下他，看一下他，然后就跟着他的光走。那有时候是要引，要带着他一起走，那种悲伤矿工哦。啊，给你碰，给你碰。下礼拜又大考跑图好，好难。哎，确实。然后李光，你现在这张图啊，这张图会让你秃头，因为这张图的雨是酸雨。然后你有看到 我其实碰到这些雨的话，我其实在掉我的血量啊。没有在跟你讲真的啦，你不要觉得这是假的。那时候我第一次差点死掉的地图就在这里。我还没见识到最恐怖的生物，我就差点死在这里了。他正在秃头中，有啊，因为看他不是说在跑，我本来想说，赶快叫乌咪起床。不要再睡啦！李光被人家拐走啦，乌咪，快起床！哎，番茄，你带李光顺便解小啾啾跟大啾啾的发型吧，反正都在这边，就顺便带他解一下，他应该会喜欢吧。哦，烦呢，又在哪里？哦。尽力的话，我想要带你回家。大树屋，好，还好圣诞节还很久。这次水晶复活，圣诞节哦。大啾啾我知道，小啾啾哪来？就砍木头的那个啊。大小啾啾是砍木头的那个啊，不是常常会有任务要砍木头，那个小啾啾的线就是砍木头的那个。啊，大啾啾是在那个树洞里面嘛，小啾啾在他隔壁啊。下跪磕头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小啾啾的任务很常出现呢。来来来，给你看小啾啾在哪啊？串了，李光，找遮蔽物待着，不要秃头，李光。啊，李光，这游戏我们所谓的。就是好友突然消失不见，我们称之为串线。为什么不叫断线呢？因为你可能就是连线连到别人家去。这只啊，番茄这只啊，就是我们可能断线，然后可是你前面却是你的另外一个好友，
那我们称为串线。对，李光躲好，不要被雨淋到，快跑！解到一半串线了，那李光你赶快跟着那个光跑，跟着那个先祖走。啊，不是叫我叫躲好雨吗？没事啊，你先躲好，然后叫番茄继续带你就好了。你串过去，光还在啦，不用怕啦。平安，你会觉得这游戏很好玩，很崩溃吧？鱼仔要不要玩？一串线大家会大叫哦，快跑快跑！雨砸下来了，快跑！李光要秃头了，快跑！哎呦！目睹串感觉更可怕，目睹串我就叫他关游戏，等下再上线。我会这样讲啊，哎，李光你先关游戏，我们待会见。李光有没有看到天上在飞的那个黑黑的东西？嘿，快跑！不要去摸它，快跑！他会跟你玩红绿灯，红灯你红灯你就是要跑，绿蓝灯你就要赶快跑。哎，这次不再当被抓的光子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开门，顺便带他捡光哦。虽然会有点麻烦啊，因为新手前面要做的东西真的太多了，可能一天玩个八小时，玩一个礼拜都还没玩完。他们那时候就是一天24小时，有25小时都在玩光鱼，我都要查情，想说该睡觉了。他们在 DC 里面玩光鱼，后来就怀疑说他们是不是另外拉个群组在那边玩光鱼，怕被我骂。白米安安，繁星蜡烛跟爱心好多，对，捅出来的跟花钱花出来的，不要再提花钱了，我好难过。为什么又要再伤害我一次？啊，为什么？你直接去终点，什么终点？哦，你没有带他跑光哦。你怎么那么狠啊？那你主机有带他用吗？鱼仔现在被我带吗？你哪里看到鱼仔了啊？哪边有鱼仔？啊，你那个刚刚不是有问水尖师吗？不要被这个漂亮的。对，那叫什么东西？夕阳吗？还是早晨的建成给骗了？不要相信这个不实的广告啊！他的披风长这样，怎么样？好亮哦！来变暗，好，长这样。他的特色就是屁股一个水而已。觉得其实就还好，就觉得还可以换啊，
就是没有什么会想要一直待着的感觉。还是蛮好看的啦，是啦，就是没有到特别好看，干嘛？真是的哦。聊天室的吗？聊天室的话，给我个挥手。不要躺下好了，给我躺下。不是但是坐下。不是，好，撤。你看这个披风就好看多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也在等这个披风来抱一个。我玩都没人陪我换耐心。不是他哦，他是谁？哦，懂意思了，非本人是不是？你可以去社团呐，有社团在打喷嚏，有社团在可以争一些换心的啊。感谢 AK Panda，你是不是很潜水？怎么对你完全没印象？感谢续订，感谢续会员，抓到一个潜水仔。小妞安安，小妞快，我们又抓到一个新的萌新了。目前有两个小萌新，一个叫李光，一个叫乌咪。之前 Google 出问题没办法付款，我现在没办法付款了，一直提，好了啦，烦心够了啦，一直提。雨天安安。我要等下跑完图，我回个火好了，不然感觉会跑到4点后玩一个月算萌新吗？你觉得嘞？你觉得算吗？要看呐、啊。我们干爹有一个玩4天就超会玩的嘞。今天还是明天练什么？怎么练什么？你刚玩1个小时，哎呦！哦，健身哦，没有，完全没练，睡死，所以才这时间开台啊。早上想出门了，但是有点体力不够了，眼睛已经比那些哑铃磅秤还重了。
哎、欸，为什么自己动？回家，繁星，回家！不要再走了，不要再走了，不要再走了，回家！好，下一张地图，李光应该会喜欢这张地图啦，这张叫峡谷。哎、欸，对，大拉在这里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嗯，刚方向卡了，没有啊，点火点到小黑啊，一直想往小黑那边，不过胸肌又更大了，没有哎、欸，两个礼拜没练了。这张直冲这张终点了，跑完了、喔。嗯，所以先开图，后面再回来捡，是不是？也是可以啦。哎，赶快带他跑一跑，看他有没有季节任务，赶快。我花光运气，一瞬间。我记得解完峡谷吗？又有每日了、欸，还是木土？忘了。下去啊！我开出了花，到时候你跟他一起跑图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或是可以叫李光带着乌咪跑图啊！啊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两个可爱的小萌新手牵着手，不会飞，那边用走的慢慢跑图。想想以前的克洛伊跟西明。手牵着手，那边走在云野上面。心难安安，
你也在上班，靠腰，你就好好上班哦。爱什么图？干爬。看这个可怜的坐姿，还在整幻日，先跑到白蜡回了。哎呦，跑得掉，跑到灰那还不错啊。你有没有考虑去社团那边争护心的啊？因为其实那边其实也很多人会缺爱心啊。玩其实这游戏没朋友真的很难玩，大不了养只小号。有考虑过，但怕没蜡烛换新。没有，你不要争太多，就最少两个就好了。你看，你每天两个嘛，六个蜡烛。然后一个一两个礼拜十四天嘛，就是你至少每个礼拜都有24个爱心，每次复刻都有24个爱心，对不对？这样其实也够，就是换复刻的东西或者是那个活动东西，顶多活动的东西再问看看，平时没护心的人要不要护这样子。繁星养无益了吗？我没有要养，我没有要养，没空啦。都没有空养。看看明年吧。明年如果今年兔子的东西我感兴趣，我再来养。就以安安。赌吗？哎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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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晨晨，你是不是延迟啊？你的话题是5分钟前的话题。繁星拜拜，下次再去加好友啦，我要出门了。好的，没事啊，我对你的 ID 有印象啊。啊你下次要加再加，没事没事哦。欸，我好久没去跑峡谷那个很像迷宫里面了，超久没跑的欸。完了，是不是上不去了？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繁星加油，繁星！海很蓝，星光灿烂。哦，冰到一下头。好答好答，嗯，拜拜。
他们语音比较方便。好的。菲律宾版杂货店，苏安安。没想到跑到幻日，笑死！这里啊，我这边好久没跑了，两个月了吧。啊、哦！你要如何回应我？白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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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机取不要搞。老居的想法现在有类似的，我老居的想法，如果有，哦没牙哦，哦那肯定是没有了。现在看老居打字，天哪、啊，被刷上去了。宠物系统是不可能啊，不然你看，已经一个画面有八个东西会动了，再加宠物的话，总共会有16个东西会动欸。
得到吗？摸得到啊！摸到了，摸到了啊！碎碎碎！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请去滑行赛道的金人等我吗？哦哦哦哦哦，我看到了，抱歉。我等一下看一看，我又坠下去，哎。哎、欸，这里是哪里？迷路了，迷路了，迷路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哇！厄洛伊安安啊，回下，阿鱼救我！等一下哦，哦，你看我就土匪，他们给的爱心收了就不还了，哈哈。现在是抢劫，
送我一个爱心，不好意思，雨林你在吗？在聊天室吗？你在听吗？啊，又点错了，白痴。嗨，你看多久了？再不打招呼，是不是没爱了？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没点？我不是，我记得我都点光了，我才上线的啊。有鬼有鬼！怎么还那么多？完了完了完了！点不完了，点不完了。哎、欸，送过了。哦。都没送，怎么可能？刚刚四秒按秒关注吗？没错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赶紧去找番茄。哒哒哒哒哒。拍谁呢？你那一只？好，飞的，我用飞的。好了，撤了撤了。哪有我就偷偷看，哪有我就偷偷看。没有啊，因为如果我把你点掉的话，你在星盘上面就会不见啊，你小号会从星盘消失。因为你看我刚刚一大堆人没点。所以如果这样表示我后面还有很多没有点。你要现在来这边会死欸。小姐。小姐姐小姐姐会死了呢。你要先回家。你要先回家。会死哦。你这次低调部分不会啦，阿娃回家了欸。是我要回家了欸。回家啦回家啦。我等一下溺死在这边。双尸命案。还有谁没有点亮？欸屁啦，都没点亮啊，我在干嘛？不可能，我是在做梦是不是？完了 ，Switch 点很久哎，我可以先拔起来点吗？
好几分钟，八分钟哦，应该还可以。Sugar， 雨桐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原来只是点错页面，驾驶，驾驶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点完了，点完了，点完了。平时都是点，都要刷新地图三次。雨林来抱抱。我星盘太满了，对啊，所以我有时候都要刷新，我都要进出地图三页，我才能爆，对吧？哎、欸，那个雪怪还没复刻、欸，哎，笑死！好了，继续跑图喽。等下，待遇怎么没有点亮？没有，所以我前天，我前几天有一次不小心把那个我的左上角的爱心，我的爱心一次领完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爱心就是可以取得的爱心多了。多了，就从空中掉下来的爱心呢，那时候一次加了三十几个吧。阿一凡怎么出现了？杰克关台了是不是？好啦，去海胆了，好，拜拜。后面那个好像什么虫哦、喔，什么插虫之类在跟着我，不要啊，不要跟着我呀！没，还没，看你玩光遇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画面不就跟你平时跑图一模模一样样吗？对不对？我要拿火盆。他们说之后海胆那个海胆馒头火盆就没有用了、欸，不知道你怎么想。哎、欸，你又回来了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好，是没错，但喜欢看。哎呦，我也喜欢看你啊，是不是？看看繁星，看看繁星成长的样子。跳过。你知道去年好像四月五月吧，杰克那时候就一直问我说：“哦，这就是光遇哦。”我说：“怎样？讲完哦？”他说：“嗯，有一点兴趣。”就没然后了，然后就没然后了。我觉得杰克对这种应该是看样子是有兴趣，可是内容他一定没兴趣。他怎么可能受得了
做得了没有打怪成分的线上游戏嘞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这么爱打打杀杀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对光遇有兴趣嘞？我先跟他讲说，可是游戏不能打怪哦。哦，是哦，这样子。想当年，凡现在不会跑图，拜托、哦。去年底的时候，我都还不会跑图呢。去年底那时候，要不是有那个老奶奶的雪屋，哦，那时候蜡烛怎么可能够？可是我今年也是过年，大概过年结束后吧，才开始有在跑图嘛。因为那时候也不会跑图，就是至少会开始解任务了啦。会开始解任务，但是跑图是今年才会开始跑。阿明日方舟玩一下怎么样？就其实很多游戏都很三分钟热度啊，就一开始新鲜，可是后面就能持续一个游戏能持续玩两个月以上，就很屌了。不觉得吗？况且光遇是没有打打杀杀的成分在，就说走啊走啊，每日先把体力刷完啊，然后就是什么扫荡就弄一弄这样子，没有全程都是要手把手的去弄，所以他们那时候说什么阴阳师很浓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就说：“好啦，来啦，带你们玩光遇啦！来啦，带你们玩光遇啦！”我是没玩过阴阳师啦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去年还在玩阴阳师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又是一窝蜂又突然回去玩阴阳师。然后又是说什么：“杰克，你这样，你今天体力还没花完，什么战力偏低还是什么？”那那时候就觉得说，杰克摆明就是好像对这个游戏就还好了这样子。那我还看光遇很棒，对吧？对啊，可是你好少跟我互动哦，我都看你在 FB 跟别人互动，对不对？最喜欢的实况组是谁？杰克、巧克力，我嘞。在之中，唯一会玩光遇的实况组竟然不在你的最喜欢的名单内，难过死了。我的光遇之下交友功能好懒啊！你不早讲，我前天有个抱抱任务，我找不到人抱，还有牵手任务也是。我说雨林上来救我，我要牵手，我要抱抱。没有也不是啊，就是每个人喜欢的游戏不一样啊。芈月玩幻塔也玩快三个月了吧？其实那时候幻塔一出的时候，很多就是因为什么新鲜啊，或是很特别，或是要趁热度去玩。可是就芈月哇，到现在还在玩，我觉得蛮屌的。还玩到有工伤欸，玩续息啊，随时随叫，我不管乱找我，为什么？抱抱我都找先祖，没有，我是喜欢，我不喜欢冰冷冷的那种感觉，我要抱上去是温温热热的。你抱上去冰冷冷的，那不叫抱抱。那叫敷衍啊！对对对对对，你好久没玩这个了，好久没看你上线了。四点了，要开始洗版了。你看，点亮友谊之心，开始要刷了。牵手随缘，我那天就是大半夜的，那时候好像4点5点吧。我的星盘只剩下三个人，一个传不过去，一个在挂机，一个在飞，在抱着，我就选了挂机的人。
就是你了，挂机 A， 他挂在雨林那边弹琴，于是我就选择了他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自动收东西了？我、哦、白痴哦、喔，哦，跨日跨日，没事没事。我怕我会让你生气，为什么会生气？我真的有这么凶吗？哦，你是说星盘传我，又没差。我虽然每次都说什么在跑图的时候不要乱传，可是我还是会打招呼啦，就八个几声，八个几声表示我没有空。如果有停下来打个安安之类的，那表示我有空。没事，为什么会生气？还是你是说 FB 说喜欢的实况组是我，你怕我会生气？你左上角还没跳，跳了啊，没看到吗？哇，怎么有个大辣在这边啊，好巧哦！各位，今天的大辣位置在这里。哈哈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钻烂钻烂。不敢传，那我以后找你玩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是你会常看我挂在炉子上面挂机啦。因为最近就是时间一到，我就开去那个万圣节地图挂在炉子上面。我没有很喜欢你啦，你是不是要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没有我很喜欢你啦，还是我没有很喜欢你啦？因为十次有十一次繁星那边都满的，没那么夸张啦。啊，我就挂在活动地图啊，啊，我就没有去哪里。不是，没有啦，不要听我乱讲，不要听我乱讲啊！这个男人讲的话不要太相信。你想加教主好友啊？我没加过你吗？啊，不是，你都已经很久没开了，你还加我干嘛？我当然是希望还是有上线的人。白痴，不用给钱啦。好啦，我也爱你，好不好？我也爱你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我想一下哦、喔。我有去尾，我也有去尾皮了啦。然后，但是，图啊建模都其实都可以马上好，但是，他说他想要去报那个皮的课程，建模课程。他想让皮可以动得更好，更多花样。所以弄好可能要等明年二月之后。你知道就好，对。然后我有要求说，我想要给个就是姿势可以比爱心，这个有时候说好啦，爱你们啦，然后比个爱心这样子。对，他说还有什么要求可以提？我目前想到就是比爱心跟比中指而已。峡谷彩虹、圆梦村温泉，向一位朋友招手，还有什么？圆梦村先祖记忆，是不会早点换哦、喔。木图好了吗？好了。你木图还没跑完，没人带我跑。你木土还没跑完，没人带你跑。那不然，好啦，我等一下加完好友一次带你跑吧。哎，不对，番茄你到了没？不对，番茄你在吃那个哈海胆，那我自己跑。哪边可以炖啊？我每次炖这边，我都跑到这边来炖哎、欸，这边好难炖哦。你在海胆、欸、你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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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白痴，我去哪里？可恶，想加好友，等结束啦，等我跑完图，完了啦，没有体力的啦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个光人，金人，摸一下，就有体力了。哎、欸、咻，你是来帮我开门的吗？哇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？我跟你讲哦，他是阿努比斯。我那时候加了他好友，我想说，哇，是什么可爱的妹子？点开来看，啊，怎么是阿努？感谢你哦。门口旁边沙丘很棒啊，可是我就是会钻不下去啊。你说这边对不对？我每次钻进去就只是一样脚在那边踩地板而已啊。谢谢你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就讲了嘛，我那时候蹲下去就只是蹲在沙子下面，然后踩在地板上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我说，我每次盾失败，我都只能从那个地方盾。来，来，来。啊，我们已经跑到近格了，即将接近尾声了啊。我们实况生涯也快到终点了，乱讲话。一般呢，冲回家哦，我只是想捡金人而已。还是我要叫你繁星，来繁星抱抱。你打字方式好像鸽子哦，我觉得好好笑。不要什么？不要抱抱？不要回家吗？好啦，回我家。等一下人家好了吗？我还没跑完，我还没跑完。坏了，再给我20分钟。哎，不能背背，难过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晋格会没有衣柜啊？还是哪天我牵你们的手蹲地看看？我知道在哪里呀、啊，黛玉常常蹲那边，我就跟着学啊。我知道的蹲地点也很多，好不好？李光上线了。卡在商品，什么卡在商品？看这只狗，它现在很冷，难怪穿这么暖。可怜的狗狗，怎么那么冷？位置凯亚偏右，我有成功过啊。他想说每次都失败，就干脆啊就算了。
就蹲旁边了。你要想一下、欸、，Switch 很好蹲哎、欸。这什么恐怖的音效啊？不哭不哭，抱抱我，我没哭啊。啊，理工那边还好吗？他正在海胆呢，那他们很快乐。哦不，他怎么也上来了？哦不，我们截到哪边啊？我们可以背背，要不要背？来背一下好了。狗狗，背背狗狗。你好大隻，没有，你变小了。不准你比我大隻，大隻的只有我，好吗？女人。阿总这边还有。好，你说的都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哇，狗狗小只很可爱，吉娃娃哎。吉娃娃，吉娃娃。吉娃娃很凶，凶啊！可是你把它抱起来，它就乖了、欸，懂吗？它就是7/3的狗，在主人身上它就叫，会叫嚣很大声。当你把它抱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对你摇尾巴。要看品，要看个性啦。有些吉娃娃也不会很凶啊，而且。其实吉娃娃就是有点也是跟二哈一样，有点先天缺陷，所以特别神经质啊。你不是凶的那种，你是喜欢被凶的那种。女人过来，哎呦，我总觉得这很像是恐怖游戏的音效啊，那种杂音。
欸，伊凡，你知道你在星盘也在很前面的位置吗？等下回去证明给你看。哎，吃一下火。啊！怎么还在弹？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我好烦哦，好死了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但是你把我从自由丢出去了，没有啊？我记得没有呢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们回去星盘看一下，等一下回去星盘看一下，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什么？没有吗？可是每次上线都没看到，哎，看到什么？你说你没看到我上线还是什么？这之中一定有什么误解，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会不会是我不小心点到，我点到他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偷跟台的时候没看到我的通知。你是说你上线我没有通知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刚上线的时候我还说，哎，一凡上线了，哎，我是不是有讲？我是不是有讲？没事，我们等一下回去看嘛。做错事道歉嘛。那没做到这件事情，我就原谅你嘛。真的啦，我刚好讲啊，我说哎，一凡上了哎，那就传过来了。我很抱歉，我先道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辈子肯定不能让女生道歉啊。对不对？不然就是另一边，对啊，搞不好是你黑名单我啊，对不对？也是有可能的啊。可能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让你觉得很恶心、很难过，我伤害到你之类的。没事，等一下还剩星末的图还没跑，我们等一下回家看一下。我记得你在第三页，你要哭了，那我要怎么安慰你？你又不住淡水，你又不在台北，我很爱你哇！平时没受到这种待遇，突然被告白哇！欸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你有这么爱我，我以为那时候你常常 po 文啊， po 一些东西，那内容完全都没有我。我想说你在新北差不多，拜托，淡水到板桥也是很远的，欸，搭车要一个半小时，欸，好，我们回家吧。你在偷跟台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回家看一下。小狗狗回家，小奶狗回家。最近要上课，没什么时间上线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来哦，这是我的星盘哦，这是第四页哦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在这一页吧。伊凡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谁？伊凡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谁？对不起，看吧。好啦，明天淡水捷运站见。今天没办法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开台，还是要来我家看我开台。
我明天要打工，哭哭，好吧，那就现在吧。没有啦，哎、欸，帮我举白蜡。我跑这边的时候完全没有白蜡帮我举着。我想说番茄也在忙，虽然他很随意，他说他愿意，但是我的背上会起鸡皮疙瘩。哎、欸，番茄，我昨天回到营二了、欸，哎，我要感谢那个，感谢大腿，就忍一下、啊，不行啊，我的背上已经起鸡皮疙瘩，还有棒状物在那边顶着，不舒服哎、欸，不舒服，好好哦，银牌、欸，我是几号身高？我现在是二号。我13号不知道已经几次了，有十几次吧。然后1号升高两次，是想要0号升高啊？什么什么东西？你说蜡烛顶着我吗？没错吧？哎、欸，他总是要把白蜡回能这个功能取消掉、啊，好像讲了两个月了还没做。你讲的很奇怪，不是你听得懂的话，表示你也很奇怪啊！啊，怎么这边有人？不要取消，这很棒哎！没有，因为他们是说小陈不喜欢这样啊，不是吗？我也觉得这样很棒啊，这样跑图快超多的哎。那等一下有三个好友是不是？志源，还有阿四，还有一位嘞，白绵羊，还是叫什么的？你变大了，对，时间到了，你变大了，差不多了吧？该大了啊，该大的地方变大了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加一加好友就下线了哦。谢谢一凡，谢谢。真的超怪，你不要去想这种事情就不怪了好吗？女人，这样子万一哪天你来找我，是不是觉得我要对你干什么？或是哪天我去找你，是不是觉得我要对你干什么？不会爱我？好，那下次请在。最喜欢的实况组里面，请添加我，谢谢。已经过气了，怎么加好友？我等一下，荧幕上面会有 QR code， 然后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再扫，扫好之后就这样子，不用手机哦。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什么东西？是好，一直晃，一直晃。他说了啥？啊 ，Switch 有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看聊天记录，没问题。你是我最爱的，不是巧克力跟杰克吗？我都有在看哦、喔。你不要觉得说只有你在偷偷看台，我也是在偷偷看 FB 的人哦、喔。要记住哦、喔，我是一个很记仇的兔子哦、喔。你看，你今天误会我。误会我把你从星盘的自由拔掉啊，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啊。其实默默在付出的其实是我而已好吗？你爱的人很多，没办法讲出来而已啊，好渣哦。好啦，回家回家，跑完了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今天开了多久了？在干嘛？我开了两个半小时哦，两小时40分钟。主播，我单推你，你确定呢？你还有鱼仔他们要推耶，你看画面会蒙蒙的，没有啊？你画质调高啊？那谁先？阿四你先好了。那狗狗，你在我背上待一下哈。邀请。
左右玩家，然后就是阿四你，你等一下截图自己截图或是拉回放，拉回放然后自己加，可以齁，这个来阿四这是你的，来哦，我数到三哦，自己暂停自己截图哦，三、二、一。还是什么？你就这个画面，你自己截图存下来，暂停都可以，可以吗？确认。那个白绵羊在吗？你也可以加个好友吗？我不是有你好友吗？组织我加过你好友吧？字源哪个字啊？靠腰。志源打字，那我先加白名好了。白，没有欸，惊讶了，有啦。我记得我加过你呀、啊，问我的星盘里面的属质是谁？来，白绵羊，这你的，来，要自己按暂停回放哦。志源在吗？那属质你可以上线吗？我们来确认一下。有人抢到了吗？欸，那就有可能了哦、喔。那我名字要改叫真鼠之了。你在线上啊，林克加大羽毛。那我加到谁了？有人抢到了哦、喔。哦，好烦哦、喔。所以你没我好友，大大可加吗？我第一次看到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等一下哦、喔，我先处理一下。哇，有人抢了哦、喔！他怎么那天没有说？哦，晨晨你在线上吗？你可以传我让组织进来吗？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在 QR code。哦，好亮啊！瞎了瞎了瞎了！邀请小叶是不是？阿爸，烦你。小叶啊，来，小叶，这你的，来自己暂停，自己截图哦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要加可以。哎，叉叉，叉叉。来叉叉，这你的暂停哦，三、二、一，你也可以加吗？阿总现在掉出一大堆人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只是像开刚刚开台有说嘛，如果开光遇台在跑图的话，就不用刻意传过来了，因为我
我在剪精灵过程中会一直点到你们。啊，平时的话，如果看到我在动，可以打招呼没关系。啊，那个波艾斯，啊，你要怎么称呼？晨晨有上吗？晨晨你上了吗？先等一下哦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哎，一凡，我先把你放下来哦，我去处理那些事情。哎，真的没有哎，这是鼠只是不是？哎呀，那直接加就好了，抱歉了。没事没事，一凡，来，你回到我背上来啊，没有了。邀请左右玩家。哎，我记得我有加，不然那天怎么跟鼠只聊的跟说哦？有，我有对你有印象。哇，原来全都是假的。你看，鼠只的只还在这边这么前面。刚刚没来得及，你去 YT 拉回放。你叉叉，你去 YT 拉回放。啊，这样，我开给你就好了哦。来，鼠只，请加，这是你的。叉叉来，再一次，这个你的。哦，还好有这功能啊，不然会提醒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是鼠只哦。不客气。其实好友数也不用解太高啦，因为就这样嘛啊。干嘛？你要跟我穿情侣装是不是？来啊！反正你有的我一定没有，我有的你一定有吧？你要穿什么披风？要这件哦。等一下，好亮，处理一下。可惜 YT 这边不能指定送，不然就送订阅给鼠只加 DC 了。哎，没事啦，就等。我没有这件裤子啦，他不复刻给我啦。还有谁要加吗？还有谁没加到的吗？我已截图，晚点再弄手机登录，平手 Switch。好，好的，应该没了吧？那我要报最后一次，我就要开斗阵特工给你们看很好笑的画面了，会有点久啊，但是很好笑是真的啦。女人回来，快点，我要爱心的抱抱。啊，对哦。BECKY， 等我一下，让我吃个豆腐，再加你。梦圆，你跑去哪里？刚找你，来。好了，邀请。哎，谁没点？哦，点好了。哦，等一下我去换个图回来，等我一下哦。哦，圆梦啦，我是叫错名字，抱歉。还是坏的，等我一下哦。那个 BECKY， 你先。
来，这你的，你先加。你刚才说智源啊，智源是另外一个啦，另外一个很爱乱的。好了吗？看到了齁。你姐这么高哦，天哪！不好意思哎，让你破费了。应该要男生出钱的啊。这是要先点开星盘才会消掉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，圆梦。圆梦，来，这是你的，两三秒钟，两秒钟，一秒钟，我串线了，哈哈，你看，这就是这游戏好玩的地方，队友不见了，朋友不见了，然后下一秒可能会又跑回来。这就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游戏。看，我们回来了，哈哈，嗨，又回来了。有没有很神奇的游戏？好玩欸。好了，我关掉了咯，关掉了咯，关掉了咯。好，我们来盘点一下斗阵特工，我要笑死。来哦，好神奇，就很好玩的游戏啊，也很麻烦啊。那时候跑图跑一跑，跑一跑，就我跟尤里在跑图的时候，跑一跑跑到一半，可能就是哎，怎么前面是番茄？刚刚不在的啊，怎么现在在？类似这种。鱼仔在吗？让你看看昨天那个死神真的很夸张。我想一下哪一个啊？新皇后街吧，我看一下哦。登来总览，记录，重播。啊，画面卡，等一下哦，没有回应。新皇后节这个显示怎么在？怎么 SKY 光遇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只要看死神视角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外面都说我讲人家怪怪的。我们是红方，所以他打白色血量的，打死了，啪死了。要看他背景的样子。我们能再让对方继续推进。死亡与我同在。我那时候就讲，就因为他的输出补不起来，现在不能看到伤害量了。现在可以看到伤害量吗？应该看不到吧。对，因为不是嫌他输出太低，是他真的很低，超级低。你看，他其实这场游戏已经过了一分多钟，还在逛街。你看，我传送他，然后死的是我，然后我也死了。我为了救他，我死掉了。我就讲了。妈的！我再补这个死神，我就是狗。你看一下右上角，我们的那个能量条都已经60%、70%以上了，他还在35%。你不是玩光遇吗？刚结束啊？怎么了？刚结束。
你可以拉回，如果你要看的话，你可以拉回放去看。我们刚刚跑完，跑了快三小时。来哦，又在逛街，又在逛街。色色色色色。那你看，我又白痴，我又当狗在补他。天哪！我抢到机器人了。推进阵线，保持警觉。前行重生点启动。哦，我不知道他走这边要干嘛啦。在逛街。好，注意你看，我们人死光了，他还没抓死那只捕食。好，他掰了，知道了吗？可以理解我说这个死神怪怪的了吗？不是玩光遇吗？怎么了吗？刚刚玩完，要再拼一次吗？刚刚玩完，等下关台了。被灭了。这一次我会复仇。敌人太明显了，解决他。你看我受不了了，我选残压塔。他死很多次耶，很多次啊，他就真的是死神啊。游戏已经过了四分钟，他大局还没好。好，好了，他大局好了。游戏过了四小时二十分钟，十五分钟。我来了。你看，他又走这边。然后这边你要注意看哦，这边看右上角，那这边要看我的画面。敌人抢走了我们的朋友。等，这边其实要看我的画面。我想说这个死神又要去哪边，我就跟着他走。你看，我想说他要干嘛，跟着他走，怕他又死掉。然后是我的头。然后最白痴的是，一个死神传送在打他，他不知道，还是要我救他。好了，我们最关键的海带要来了，就这里。他被打到50滴，跑去吃补包。看好了，看好了。懂了吗？懂了吗？他死了，只杀一个维生立场就死了。他真的，而且这场是积分哦。今天要是没有其他人的话，我是觉得我这一场又要掉下去了啦。啊，队友可以帮忙补血吗？肯定是不行的啊！而且会想要补他的原因是因为补他有能量，所以才补他的，不然不想补他，你知道吗？补他会回能量，哎，很棒哎！所以我说他不是怪他伤害，
我是不喜欢看伤害来评断一个东西啦。但是他的伤害只有1000多，我真的是那时候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是说多少？2000啊！我记得那时候看到这边他伤害好像1000多。那你看，来这边送。看，繁星认真跑图时间都在半夜吼，没有哎、欸，这几天都没有在跑图哎、欸，这几天都是。锅子的火挂一挂，就去萤火的火挂一挂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每天15根蜡就可以挂满了。我就没在跑图了，最近太懒散了。早上看到应该过去打一下招呼的，可是我，你看到我在挂萤火，就是我在挂着啊。看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记得这边我灭了啦，他们全绕后。哎、欸，不是这边吗？我记得我们一波灭了。哎、欸，还不是这一场，不是这一场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喔，我记得是这一场啊。你看，他又绕下面，他干嘛？有洞就想钻啊！你看他又死了。啊，好像这一场对吧？后面就直接碾过去了吧？我们去看前面的好，不要看他了。啊！你们没有看到好看的，我看这边，那个死神还在路上啊，不用看他了。太阳饼不是大阳饼，安安。然后这边我居然死掉了，白痴！好像被打死了。欸、然后真的是还好有这一群人呢、欸，不然我们很难玩呢、欸。这边应该不用看了啦，就灭团了。他现在在对方手上。有他这一次，他这一场大绝终于杀到人了。好了，结束了，就这一场。然后，我觉得这一场我们输得很冤枉。我们这一队有个劳工，完全没做到任何事情，我们就输了。这个就不用看了啦。这个就是对面的，竟然跟我们就这个老那个我们是四排装一个路人，对面的跟这个路人说感谢你的凯瑞。那时候他伤害也是超级低，你们可以看这个是炸鱼啦，但是我觉得很夸张哎，我想说他们应该只是想要开牌，就是开那个看是铜牌还是银牌，然后我就问说有没有缺人，他说还有位置，我就说好，那我想要爬爬看这样子。大家严肃点，行动要干净利落，懂吗？啊、不要看我的，看坦克的。我来学一下他的画面。我想说，哇，选拳王哎、欸，是很强吗？然后看他飞到这边，我想说，哇，好强好强，没有啦，会飞就够了。我是刚好想看他拳王怎么玩，然后对面也选拳王，强。
我原本以为我们倒光了，结果发现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对面倒光了？然后直到碾到对面，我才意识到，哇！他们是大腿，因为没有语音沟通呐、啊。我想问他在干嘛？他为什么要下去又上来？我觉得我这时候浮屠林放得很棒。是不是该练拳王啦、啊？我击败程度不输袁氏哎。这个就是我常被炸鱼的局。就很夸张啊，然后后面应该不用看了啦，就是碾过去也没有碾过去啦，后结果对面有一次把我们压回家了。要看的是这一场。这一场是自由助列。就是可以随便换角色随便玩，然后注意这一场哦，你看一下上面的时间有没有过程中完全没有我们，你看完全都不是我们，全都是路人，也才那么一次而已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你看哦，因为现在是一个是三打五啦，看这里好了。哦，跳光光了，跳光光了。这边蓝方就开始狂跳了，然后他们已经推过来了。然后等推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换我们排进去了。我们是直接接烂摊子再开始玩。到了吗？哦，这里。哎、欸，还没。哎、欸，对，到这里。这就换我们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对面的。我想说，嗯，是死斗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上面开始在跑了？然后我才意识到，我们是在接烂摊子。想要看谁的画面比较好看。啊，等到我玩露西欧的时候再切露西欧给你们看。因为其实对面真的很强，看安娜的好了。你看，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四打五。要想办法阻止对方才行。
绝招快，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谁想跟我比划一下啊？我其实这时候就想换补师了，因为我觉得输出给他们，我奶他们就好了。我已经都推到这么前面了，想说再晚一点。好，我死了。啊，但是这时候看到我的能量那太高了，想说我开大把加吸过来，然后第一把的大再大下去，哦，完美。然后这时候注意这个地雷哦，他跟我们同场很多次，这个是路人，然后但是我们这是排自由嘛，然后后面打积分的时候又遇到他，就是很好笑。好了，我换补师了，我太雷了。感受到我太雷了，又换了补师，感觉可以跳到这边了。然后来看一下对面安娜的视角。别吵了，不会有事的。还剩60秒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北蓝的，来看他死亡的画面。然后想说没人看到，结果那个小兔就说推得漂亮。我说哇，你有看到？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强了。所以跟他们玩的过程中是蛮好，是很好笑的啊。还剩30秒。那他们两个，他这个嘛，这个 HYOK 跟那个 AMOU， 那打都很强的。
你刚才扫码出错没加上，你再继续回去啊。QR code 还在。大家听着，待在机器人旁边。这样 QR code 不在了吗？全面进攻，还是被人家扫过了。好，这边那要看吗？那就撑很久。这很强哎！而且等一下给你看一张那个66号公路的安娜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我先看一下那个梦、喔，那个圆梦的。真的要看 QR 剩谁吗？对，我就要看了，还是又被扫走了。到底是谁又抢来抢去啦？烦呢、欸。谁这么爱我？又 bug 了吧？所以才会说你们要赶快截图，赶快弄啊！像鼠之，如果万一他截图，但是被人家弄走，回去扫的话也来不及啊。看一下哦、喔，还在、欸，这你的还在啊，你扫了好久都不行，你直接用相机扫也不行吗？那我先删掉再给你一次啊，那我再删掉一次哦、喔，那个来吧，手游玩家。来，你再弄一次。那我先按确认喽，你自己拉回放存档哦。怎么人都还在啊？李光，有没有觉得兔窝很温暖啊？你看这个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款游戏只要看到萌新，他们就跟一批。那个一群饥饿的狼看到一只小绵羊一样，繁星画面哦，对不起，来那个圆梦来，那个这是你的，你再扫下去看看，按暂停哦。你总是叫我繁星，你不应该叫我教主吗？很奇怪、欸，很温暖，对不对？我想这款游戏，所以这款游戏才没有打打杀杀的成分在里面，就是这款游戏主打的就是跟人跟人之间的温暖，当然也有险恶的啦，就是会把你丢到一些危险的地方让你去死的也有，但是这款游戏通常啊就是。99%都会遇到好人，像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在挂机，挂到已经快死掉了，我就守在他旁边帮他点火，我就挂在旁边挂了2小时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想说完蛋了，我也累了，我想去睡觉了，我就离开了他。圆梦有了吗？
然后李光，你这个帽子啊，再过两个月就可以买到了。我这个披风也是啦，帽就是很圣诞节感觉的东西，就是圣诞节会卖。嗨，白绵羊 ，Hello。哎、欸，你们有带他去活动场地了吗？你们带他去活动场地吧。圆梦好了吗？有吗？教主的由来其实不太好。教主的由来哦，自己去找记录档啊，一大堆都有讲哎、欸。你去找团团建村计划，里面有说。类似繁星主人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欸，圆梦你好了没？回应我。来，那我们继续看66号公路。看主要是要看哪里？等一下哦。这个叫小兔，就是那天我鱼仔干爹玩那个莱因哈特举着盾的那一位。不是那一位啦，是那个安娜。需要有人推你一把。再来一遍。燃化治疗。啊，就是那一位安娜。那时候每次他就是玩安娜，然后每次都强化新美塔，就强化我啊，我是那时候新美塔。哦，然后这边，我就一直牵着这个原石。我要牵着他。然后就一样又在这边玩很久。然后这边差一点点啊，这边车快到了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那我们往后拉。准备开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他那时候我们灭团了，他跟一个忘记是谁，两个人守住五个人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怎么很恋爱？我会治疗你的。我是佛。我还没到治疗。各位观众，引擎发动啦！对我。因为对面夺命女真的很准，不敢露头。不是对面啊，我们啊。哎、欸、啊，夺命女是刚刚那个到哪里？罗马竞技场那个啦。那时候罗马竞技场那个夺命女那时候搬很准。
刚刚看到光源在等抱抱，我要下线，我下线就看不到了。他们之前都会在等我回，就跑完图回星盘的时候，在旁边集体手张开等我抱抱。我发现我玩那手会抖，哎，玩什么角色手都会抖啊。他好像是这边吧，就是两个人守住，就他靠他跟那个炸弹鼠。他们两个守住这一波，好，剩他了，剩他了，对吧？一弹一补，他们就这样守住，哎，啊，我就死了，我要干嘛？不是说守啊，就是他没有死，哎，他很强，哎。直飞就不会，你掏枪啊，你把枪掏出来啊，看你会不会。60秒，还有工作得完成。他换什么？系统加速运作。我记得他没换的，对啊。见过伤势比你更糟的。好，还剩30秒。别慌张，我们快获胜了。结束了，然后他们昨天玩到最后是直布罗陀这边，我们输了。还好这个是打那个一般场。我很输得很冤枉。我那时候在玩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语音啊，他们用打字的，结果。那三个队友就是同时打问号问号问号，然后我直接跳到最后面看。准备开战。还记得我刚刚不是说注意这个壁垒吗？我们都一直遇到他。你看，哦，我们剩十秒嘛，注意看他操作，哎，还没要往后。这里看好，要抢车。他突然蹲下来了，虽然他是抢不到了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操作让我们很问号。看哦，我们在争夺车了，对不对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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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突然停下来了。他如果换闪光的话，他应该是来得及，但是他突然蹲下来这举动，队友全部打他问号问号问号。他说难怪没朋友，因为我连续三人都遇到他。啊，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，晚上七蛋见了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啊，晚上七蛋见啦，各位晚安，早点休息哦。哎，欸，圆梦，你还 OK 吗？有加到吗？我不小心让李光撞上龙了。
那还好吧，他前面翅膀也没很多啊，撞一下，让他知道那只龙有多可怕。闪闪在开元神呢，干广告，干广告。哎、欸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可爱的 V 那边，声音蛮可爱的。哎、欸，我上次带过啦、啊，白痴哦、喔。那就再带一次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我们去一个甜甜的 V 那边，讲话可可爱爱的。嗯。内容，直播影片要在圆梦村，什么圆梦村？你说加好友要在圆梦村是不是？制定新增可以带吗？欸、可以啊，出村。那图七要去谁家？再招再开塔。没事，我们去跟我们的好妈吉五界，我们去五界的台，他在玩马里奥的样子。IID， 好啦，那就晚点见喽，各位晚安，早点休息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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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